两天又干，两天又干，又脏。我感觉两天。那个时候，两天嘛，抬出来又凉了啦。那天你又盖过水啊，早就没办法进。 向量测一下，起风了，对啊，就往上嘛，对的。 我想说我会四个滑降比赛来，结果就直接降了呀！我路我都下，我都觉得怎么又直接降呀？反正还有油了，下来很快呢。但是没油，很吃油。会吗？你现在还有吃？一分40秒就降落了。